们在开幕典礼开始之前呢，首先要邀请到我们 AMD 的台湾区行销总监 Neo 来为大家说几句话，掌声欢迎 Neo。 来，谢谢贝拉。各位媒体先进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好，很高兴啊，我今天，谢谢后面的朋友们啊，这个今天很高兴，我们在 AMD 过去这两年来的努力哈，我们回到了 gaming 这个 field。 那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产品上面，我们现在是远远的领先我们的竞争对手哈，而且在我们实际在做 promotion 的部分，我们在游戏大家知道，我们 never settle， 我们买最高阶的、中阶的型号，我们都可以付一些高级的单机版的游戏，所以待会Johnny这边会做更详细的介绍。好，还有很多其他游戏都是为我们 A 卡优化，所以我们很高兴的说，我们 AMD 回到游戏业界，而且我们现在是在领导角色。那今天呢，非常开心，我们在这个网吧跟大家相聚，那有很大的一个意义，就是我们把这个电竞游戏的再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，哈，大家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一台机器这么贵，一台机器大概要8万块，然后我们是全世界现在是第一个，所以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，我们有非常这个国内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伙伴，我们华硕的 ROG 加入这个活动，让我们这个变成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网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就不多说，详细的部分呢会让Johnny跟大家来介绍。那我是待会那祝大家这个今天玩得开心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晚一点我们有 Fan Day， 那真正的活动还有更多好玩的可以再可以留下来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。